后边车厢可以定座。这个发动机大小呢也可以定座。这是手刹、倒档器、挂档器。这是远近光、转向灯、喇叭。红色的是总熄火开关，这是大灯开关，这是电启动。LED 大灯、前减震、脚启动杆，这是脚刹。红色把手，这是高低速，爬坡用的，在地里边用的。车厢尺寸可以按照你们要求。